给人二老送终。
给你喝了红虫啊，做的不轻了，这某儿你想儿，有儿你叫死，都得岳母娘叫死，你还杀了？我看你那都是杀吗？所以老婆出来没吭气儿。这个追魂大炮一响了头一声，老婆喘不住气，老婆把头一转说他老爷，老钱是在哪里？这外边这放炮的呀，这是暖的呀。咦，老钱就想呀，你个老七婆，老七婆，你给这桌子里都不着暖呀，我撒张二呀。夫人，我撒张二呀。老婆说：“那爹，你迷了吗？一百个二，你叫死九十九啊，都得岳母叫死，咋着你还撒了吗？”老钱就说这盒不能要，老爷咋了？不中，他年龄不过十四五岁，我封个文道阁老啊，再往上没官了，他都不要。这是结婚啥？老伴儿都拿走了，放回来。钱就说不放，老伴儿放回来，官铺长开着嘞。老爷，反正又没事儿，你不是有儿了吗？给那儿多说两句话不中吗？这个官不要给那个官，咱都不会给封个官一样吗？刘谦就想要我封个官嘞，我这个封个官，到明天到银安殿给万岁一说，他都不能说不中啊！你就是封个官嘞，夫人，那不中，这可不能要。老婆人的爹，哎，你这个非杀不中吗？老子说非杀。老伯说我俩不要你啥嘞，你老钱说的这不是他老，这是我的银行店，我说要算。老伯说我要叫你说了不算嘞。老伯说咋着啊，给他老让我害怕你，我坐到我的银行店里我要害怕你吗？你走路得有老公爷的影响啊。老伯说咋着啊，你非得啥？我这个我要不要你啥来？老钱就是老七婆，你要不给我打别到还别嘛，这个你要打别，我给你来个五谷吃美女，一别当别。你不说不要我啥吗？这个我非得啥？
肉不是肉东西，肉东西你做卖的不清啊，你有我都在这银行店我都不敢给你打的，是不是啊？那不是万岁的金店，这些还在这扶来嘞，你三三四四老头我杀，老婆说你不能打，老头我杀，老婆说你不能打，另外到啥时候能记住他吵架他都没有越走越远，知道吧？他那个脚踢出来他一直越走越近，其实在老前子给这坐，老婆给这坐，他朝着头一沉倒个了，那老婆头一沉来住了，他妈的他俩离得近的，老婆说你啥来不是？老头我没啥，另外那现在没胡子啊，过去有胡子啊，老前子的胡子戴了第六多丈，老婆说那爹你非啥不是？啥？老婆那个手给压一真劲儿，他把那个手抽下了，都坐下。那爹爹没啥不是？啥？哎，老婆给爹爹他一伸手一使劲儿，啊，老头那胡子弯着了，一弯给他用手一捏，哎，啥？老头看出来啥？他给爹往家一呆，老头慌张嘴合不住了。老婆说啥？老头啊啊！咋了？他爹拽住肚子。老伯儿，我跟你说，你个老东西啊，你要叫咱儿放出来，咱白话不讲。这回你要不叫咱儿放出来，我给你逮了一根毛都不能剩。别他都说话抓住那个胡子的，老奸人啊啊啊啊！他光哎，意思你放哎，你就手松了，你得叫我说话呀。老伯逮住那个胡子，你说啥不呢？啥不呢？老头问搬不来，搬来说我不撒了，老婆说你不撒我都松手了，手一松老家有人的娘，那你不撒咋着嘞？老婆说你爹母儿香儿女黑老香儿白的香儿猪儿香儿发一根还叫儿嘞，被撒了你看咱儿多好，你会舍得撒吗？搬回来吧，搬回来不是咱疯了玩吧。老千的爷爷，你可老气我的了，你说叫我戳死了。麻烦周围把这事要放过来。是麻烦周围来到外面，把少爷的饭马上一接进来，领悟少爷来到阴暗店，把少爷单就是跪地谢过爹爹不杀子们走。不是那爹我不杀你，是我不当那娘的家，我要当着娘的家我多么杀你了。老伯这喊了跪好，还叫那爹给你放。老千的爷爷那说喊跪好的喊疼，老千的人的娘你还叫我疯疯发火了，没火了，老爷没火了吗？没火了。老爷，那我光知道你这疯已经无关了，咋不讲说话了？爹，你不是没关了吗？没关了。老千，你想想这闺女怎么的呀？娘，没关了。大姑娘微微一笑，说：“他爹爹的没无关，没无关吗？你都不想要，你叫他兄弟封到阁老，他都不要。那问到阁老。”我这没管了，爹，你住的啥管了？老千子让我住的五官，啊，人家都好说自请赴宴，你住五官给俺兄弟五官，俺兄弟会要吗？俺兄弟想要五官嘞，爹，我五官的疯啊！咦，老千子，你别在这儿，我还不扔俺女儿嘞，儿子，你想做五官的吗？那爹我都好说五官，五官我不通。你早想不出五官，儿子，我哪会？五官人，那爹给你往上跑。五六人手
你赶快可都还嫌弃我我的儿把人写人别挑你大乔一听心中暗想这个病不死啊可真不轻爸爸爸我看看俺的姐看俺姐叫不叫嫌弃牛脸看看看一个姐大姑娘走到那里又不走小少爷拍拍手而我不要啊爹我不要这个官这个病不死吗儿嫌弃病不死吗而我嫌弃老夫啊我生你往上好老前人都说好好好我帮你这个真情重病重不重这真情重病可真不行我的儿可都念着月一逢少爷扭脸看看他的鞋大姑娘他坐在那里还有梦坑少爷摆摆手而我不要老爹爹往上一摆风风老前世都说好好好我放你救门提督怎么中救门提督小狐狸儿赶快磕头写来写我儿磕头把人来写老夫儿交给你大爷一封大少爷一条四个救门提督想起来救门提督一声今天铁拐路你要到手啊我能给母亲的抱怨有心跪下把人来写我知道他那写的可入戏爸爸就要看看他那一切阿姑娘你不知道呀有没有疼啊大少爷拍拍手而我不要老爹爹往上再放孩还小吗这块不小啦老前人都说这官不小二老二还叫我往上腾别的啥话我不封你我封你是一个灵灵的大元荣你是灵灵大元帅一人你照顾咱的十三省的兵叫我问你干个哪个你写要扶我交给你军粮房少爷一听这个话真不小啊他都有心回到这阴暗的仙人气爸爸爸我还看看俺的姐吧俺的姐你的好歹你叫我仙人气大少爷你来看看他的一个姐你不知道家有没有坑啊少爷白手而我不要你反而这个官我真点轻叫一声我的爹你还还你再给那里乱往上走哪能前人这个时候那心里的脖子压得又压呀爸爸爸装过脸我把这阴柔来要你听的爹我给你把官封别的啥官我不封你你听我我封你听蛋后听鬼后听狗后听家后外加一个成功后封一个口豆中不中封个口豆玩不消你一人掌握着阴无方叫声阴柔把人写你写来领走阴柔啊
官不小啊，闻到我老人舞到后厅，爸爸爸，我还得看看俺来姐，看俺姐叫不叫我谢恩情，扭脸看看他那个姐，大姑娘眉眉眼眼都没看啊，小少爷摆摆手，而我不要，老爹爹这个后头后脑不好听。二，我你们去，我你们我你们，去吧，渴了我来喝茶，饿了我来吃饭，渴死了我来睡觉，跑了我你们。大少爷想要把姐你弄来，不也别大伙来，也别小伙来，要跑了我呢。这我要一走，我连官帽也要不成了。少爷想，反正呢，弄我人家好人，这会儿不亲，那姐你冲我来。再不说封到地儿，我也没要手的官。等着你冲我，我就我一跪着，我怼我，你叫我走我也不走。大少爷往这一跪，眼一急，头一低。那些气得跟他妈给吸住了呀，我都不懂事儿。要钱就是孩子，你去管你咋不去管呢？姑娘说：“爹，那正风管了咋不疯了？你看，我跟那兄弟说，那兄弟不知道，谁不知道？稳到火了，武到后啊！我疯哪是个后头啊？”平南后，平北后，平东后，平西后，外加一个窗户后，他这个窗户后能上金殿，能闯来三宫六院七十二妃，整整八十一个娘娘，他都能见。他还嫌小了啊？都像他在这十四五岁，难道说他能要我这个死去的鬼魂吗？我娘人兄弟，磕头谢恩。大少爷我来回谢恩。老头说你谢的啥恩呢？少爷想想也都是我谢的啥恩呢？人家今天就谢恩，我都谢恩。姑娘说爹，你得问俺兄弟谢的啥恩呢？哎，我封他后头都不要，你说他谢的啥恩？你看爹，你封俺兄弟死去的鬼魂啊！刘谦子来烦我，那个死去的鬼魂是恁爹我捉着的，我哪给他了？给他爹，昨儿你还说嘞，你哥兄弟个死去的鬼魂，刘谦子是毛你毛毛你，你还等他吧？我说你封俺兄弟死去的鬼魂，你不相信？我问问俺娘个真的假的吧？俺娘要说你不给，那妥了。你别管他这官了，不要。俺爹要说你给了，爹，你给他就俺爹上说说了。人家好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结果这个官就给他干兄弟。老千就说问吧，老千就说完了心里想，这个老七怪也给我捉罪呀。恁娘，恁娘，你睡了吗？老伯说睡咋了睡？我倍儿精神。姑娘说：“娘，既然爹你没事，等会儿俺爹封俺兄弟死去的鬼魂是真的呀假的？”老伯说：“假的了，假，我听见了。”爹，真的呀假的呀？老家人家让我拿疯了来看。我说你不相信，那俺娘也说了吧，干兄弟吧。老家人家，你能叫我的官给我要住吗？看看，爹。某儿你想儿有儿呢，你叫官给俺兄弟，叫俺兄弟给你支掌了，你也真大岁数了，也不花家呀，给俺娘恁老两口往那个堂楼上一坐，该享养清福了。爹，给恁儿吧。老千岁想想那就出来，官一要说我没权利了，谁敢听我的？娘儿，那爹我还不算老大的岁数啊，你叫我再干二年呗。看你，那你都是给俺兄弟呢？你既然给了，你就得给了。老头说：“那我，看你别我的爹，你等到吧，给俺兄弟吧。”老千岁万般无奈，想想也罢。这个时间抽身站起，立了桌位，把口一张，儿啊，他打回去把你。
就都死心眼烂，拿你手里我桌上一放，来随老夫摆宴。他那个酒都死人，我那个桌上一锅，老太太也起来了，大姑娘徐一鸣也起来了，白平哥也起来了，跟着老千岁在这银安殿拜宴。死去的鬼魂啊！啊，你是受千岁啊？你为啥哭啊？大少爷把嘴一张，我的姐姐，我的爹，我的娘，稳坐在银安殿上，求我给你。你学完上学了，给他摆摆。等大了一年，你就休息啊！报警了，哎，对对，报完了啊！你学了。